古巴逝世领导人卡斯特罗的骨灰在安葬前展开四日环岛之旅。哥伦比亚调查客机坠毁意外，认定失事飞机用尽燃油。海地民众在太子港示威游行，抗议总统选举初步点票结果。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指责印尼童工泛滥问题严重。泰国王子出席父亲去世50日的仪式，外界认定他将会接替王位。